各位市民，大家好，我是民建联主席谭耀宗，我代表民建联在这里和大家拜年。过去一年里面，香港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，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好像羊一样，事事吉祥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大家全年都喜气洋洋。好多谢各位市民过一年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多谢。